要去万圣节游行。他在化妆，他在化妆，还一个人在厕所里面拉屎。我们穿中国的传统服饰，我穿的是清朝的，你呢？我穿的是唐朝的。你们两个穿的是哪个朝代的服装？汉。你呢？游戏里面。就是唐，汉，游戏里面的衣服就是。现在已经化好妆，穿好衣服，准备去万圣节游行。我们在地铁上面，你们今天游行怎么样？觉得？原来2015年长这个样子，现在人长得奇形怪状，可能变异了吧？我会说这叫 fancy。 变异了吧？好难买到合适的鞋啊！然后，你老被踩着，他们有些女生穿的也太少了吧？